酱油跟蚝油调味，甜啊甜啊，酱油甜甜的，这里加点水啊，不然不甜的话。炒饭也是一种配菜哦。嗯，对对对对，没有点配菜不好吃啊，是吧？就是饭跟蛋不好吃，也有人跟蛋就饭的，就也有啊。我看人家炒饭是放那种三色豆那种豆啊，炒饭一样。你叫今天煮的好一点，还是隔夜好了吧？你说菜还是饭？饭啊，饭啊，饭的话肯定是隔夜的好一点啊。这样啊，你这个也是隔夜饭吧？我早凌晨，早上天亮了。哦，不过也不远呢，也不近，反正不然有时候哪有空煮那么小的，对吧？没有空煮那么小的，有时候。有时候煮完了，又要煮啊，有点是吧？如果煮啊，有时候没空搞就完凉了，就只能这样一个一个搞嘛。哦，你要辣椒吗？啊，会辣的了。这个饭看起来也是蛮好的感觉啊，看起来不是很湿那种。哦，这三碗菜也不好，炒饭对吧？菜吃的也不好啊，三碗吃完就吸溜溜。炒不干了，我们真的，我们有时候经常都没空搞出来，一说煮饭进来锅里面这样装啊，没办法，有时候来也不讲出来，是吧？哦，没办法，有时候这周末忙比较忙，你这才来的，现在没有个菜都赶走了，就他们就那个人炒饭了。哇，这个看起来这个分量蛮多的。如果哎呀，人家想要多一点也无所谓啊，如果不是让你吃吃也不好吃啊，是吧？宁愿上多点饭也要没办法，你要吃吃也不好吃啊，是吧？你炒饭炒饭是吧？不要。饭吃不能吃饭打的七八成，对七八成这样的。OK， 那不是。